付比较多，房贷一个月大概六万到七万吧。十二年就存到千万，好励志哦！那你身为那个国民女友，你的择偶条件是什么？我自己算是还蛮会看人的，而且我是一见钟情型的，喜欢的我马上看了就会喜欢了。林莎砸三千万买房，一见钟情专挑白净低调款。有收过什么奇怪粉丝送的奇怪礼物吗？很多哎、欸，之前在展场会比较多，会蛮常收到他们自己做的东西，就是他做了一个我的人像的蛋糕啊。人像蛋糕很奇怪吗？就是因为不好看。今年29岁的林莎，17岁在展场主持，不到2年就被出版社相中拍写真，被封为国民女友。工作12年的她超会存钱，去年砸了将近1000万头期款，在新北市买下3000万房子哦。因为我那时候一来台北工作的时候的梦想就是想要在台北买房子，蛮开心的啦，蛮开心。人第一间房，人生第一间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全幢是15，新北2000万45平，我那也蛮。也没有2000万那么低啦，其实快三千，快三千。但你房贷每个月要？房贷大概每个月要10啦。不用哎、欸，不用，因为我头期付比较多，房贷一个月大概7万吧。你有觉得买房之后那个负担更重？它就是会自动扣，我觉得对于自动扣这件事情，我都会没有什么感觉。好，每个月这样子开销还是有扣打可以存钱，还是有，还是有，很厉害。那等于是你也没有什么物欲。对，其实我物欲比较低，我觉得刚好是因为疫情期间，对，没有不用出国。我之前花最多的都是旅游，因为我之前去美国跟去澳洲，都可能一趟就要30万啊，因为我都去一个月，因为我旅游都会带全家人，所以其实消费都蛮庞大的。然后刚好疫情3年是存钱最快速的，12年就存到千万，好励志哦。那你身为那个国民女友，你的择偶条件是什么？没有说太一定要什么什么什么条件哎、欸，我自己算是还蛮会看人的，而且我是一见钟情型的，我没有办法从朋友变情人，喜欢的我马上看了就会喜欢了，我就知道他就不是朋友了。他都是不是渣男？不，我目前可能之前遇到的都不是，我完全没有在感情受过伤，就是在感情这一块就一路顺风。那你最长在一起多久？最短的有3年。你看的会喜欢的类型都不一样。其实我觉得都一样，我都是偏白白净净、哦、白白低调款。我在目前的工作领域上还没有遇到这样子的人，白白净净、宋仲基这种吗？白白净净之类的哦，对，就是像玄彬的那一种啊，玄彬哦，就是文质彬彬的那一种。对哦，那演艺圈没有这种的。我比较喜欢，对对，就是我比较喜欢就是那种安静。但是可能认识他之后就发现他很幽默、哦、可是他的幽默是不是那种油条型的哦，对，这算有条件吗？会不会条件其实蛮多的。你有结婚的时间表？没有，以前有，现在没有。所以你没想到就是撞完或什么？没有哎、欸、因为我其实都会去算命。他会跟我说可能33岁会有小孩，就类似这种、哦、好像我不用担心，就有人挂保证，参考参考啦，冥冥之中是有安排的。